今天发生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，你统统都要忘记。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从腰部这边被截成两半。谁批准你自己行动的？我求你，让我办这个案子。案发现场发现尸体的样子跟23年前那个案子一模一样，这你还觉得是个茶吗？尼克的死跟3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啊！用过这个手法的人都死了，太巧了嘛！我会查到底，我们一起去兜兜风。杨议员，那一枪有让你想起什么吗？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不要因为你爸爸是杀人犯，你这边停不下来，一直追。你有打从心底恨过一个人吗？那些口口声声要别人放下仇恨的人，他们真的知道仇恨是什么吗？你现在涉嫌一桩谋杀案，开枪啊！你这个恶魔！23年前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确定？